台北市万华西藏路上夹缝中求生存，没想到现在还得多一项技能——闪避突袭的垃圾。只见驾驶摇下车窗，扔了东西，定卡仔细一瞧，一二三，橘子皮散落一地。骑士气得直接停车上前跟问讲理论，不捡垃圾就报警。只见驾驶被念到抬不起头来，乖乖下车捡回橘子皮。 影片PO上网，网友看了纷纷留言。台湾就是需要像这样的正义人士，但驾驶从车窗丢垃圾没水准的行为不止这一个。黑色箱型车上的乘客不断丢出卫生纸，一旁骑士什么都没说，只是看了看，没想到车上男子竟然探出头呛瞎。我丢个卫生纸了，我丢你啊！ 男子呛瞎完，随即开走，从车上乱丢垃圾，骑士安静不吭声，反而被呛瞎。但若碰上像这位正义骑士，恐怕双方就不会是这么平和收场。三立新闻林恩如综合报道。